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耶稣催逼门徒上船，要他们早他一步到对岸去，而这期间他遣散群众。群众散去后，他便独自上山祈祷。到了晚上，他一个人在那里。这时门徒的船已离岸好几里，受波浪冲击，因为他们遇上逆风。天还未亮的时候，耶稣朝着他们在海上走来。门徒看见他在水面上行走，都非常惊慌，说：有鬼啊！他们都吓得大喊大叫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讲话，说：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百多禄回答说：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命令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。耶稣说：来吧。百多禄便下船，在水面上步行，向耶稣走去。但他一见那强风就害怕，开始下沉，就喊叫起来：主啊，救我！耶稣立刻伸手找住他，说：小信德的人，你为什么怀疑呢？当他们上了船，风就停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朝拜了耶稣，说：你真是天主子。上主的话。